今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，房子买不起，媳妇都跟人跑了，再见了，这个世界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要拦我，我死意已决，你不要白费力气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不是要拦你，这所谓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看，你反正都要死了，把你身上的手机跟钱包给我吧。哎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走走走走。哎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再见了，这个世界。哎，等等等等。又要干了，我死意已决。哎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要拦你，正所谓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说你都要死了，穿这件衣服也是浪费。你看我穿这衣服去要饭也不体面，对吧？要不你把这身衣服也给我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打扰我了。给你，以后不要再烦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谢大哥，谢大哥。再见了，这个世界。哎，等等，你又怎么了？哎，正所谓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人啊都是赤条条的来，赤条条的走。你既然都要死了，你这条短裤跟着你也是浪费。你看，我都三个月没换内裤了，要不把你这条内裤也给我吧。我想清楚了，你一个臭乞丐，连条内裤都没有还活得好好的，我凭什么死啊？好好的小伙子寻什么死呀？把我打成这样，我还救了你啊！